刚到正片那不也长成就这么点啊？想你了，我让你说话吗？你看我来了，你也忘了小队长的话。很长时间没有回到小队长，我拉你上台后边就一定要叫那个小伙子给我回来。你都坐在那边了，快点行吗？那边人都看着你呢，找头座了宝贝儿。哎，一会儿在哪个说大队是你是不是？非得叫你是不是？来，掌声欢送。啊，东北啊！东北，东北，你横的，你怎么了？我哪儿的？怎么东北的？男的女的？你是？你看呢？我看好姑娘，女的。宝贝儿，十一放假了是不是？写作业了吗？今儿刚放假就写作业，先把作业写完了吗？哪个学校的呀？没作业，没作业，你不会自己找点作业写吗？快怎么了？不是乐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这么不喜欢我们俩？我想问你。闭嘴！他说他怎么不喜欢狗？你这俩条件，这俩条件他就不要，他和你出去。这就是你做成这样的。我没听见他说是什么是吧？他说他跟淘宝客服说，如果这张照片笑到你的话，他就赔他钱。客服说没事，他见过世面是吧？姑娘真好，你长得还不如他呢，知道吗？你骗过来的，专门为我呀，给我带兵马俑。给我带什么？书签多少钱买的呀？哦，不贵重，留着吧自己，留着吧自己。你看您年龄不大是不是？没有。今年多大了？22岁，这么小，你说连个正经事儿都没有。上班还是上学呀？考完研。哦，刚考完研啊。考完研。考完研还能考个腰子吗？考腰子就放假了。我也是武汉来的。你哪来的？武汉。长得就像周黑鸭啊。哦，你特意从南京来看我的。这两天其他剧场去了吗？没有，没有你哦。哦，所以我翻其他剧的视频，没让我看见你啊。今天晚上您还来是不是？对呀。好，明天晚上我从这边演啊。